边就住得还满意吗？有没有什么觉得要改善的？没有，全省没得找了。想法不一样了。以前我的想法是说，将来孩子长大，孙子啦住在一起，含饴弄孙。但是住了一段时间，好像不是那么回事。上课的上课，上班的上班。我6点钟一定要吃饭，他们回来都7点多8点了。所以我找了很多，真的很高兴住在这里。